OK，接下来我们看呢这个Science 的版啊，Science 版第八章Neural Regulation in the Human Body。OK，第一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 is involuntary action？Involuntary action 呢是无意识的运动啊，就像呼吸啊、心跳啊那些。Speaking、Reading、Raise Hand 这些应该是都是大脑控制的一个运动，只有 Sneezing 啊，打喷嚏。打喷嚏你控制不到的，你很辛苦啊，要抑制它，抑制不要打喷嚏，但是你还是会喷一下啊，这个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意识运动来的，可以反射运动的一种。那第一题，Donkey 全部人都做对，很好。Human has 31 pairs of cranial nerve. Cranial nerve 是脊神经对吧？好像是脊神经哈、啊。诶，cranial nerves 是脑神经还是脊神经啊？31 pairs cranial nerve 好像是脑神经，所以这边就错了哦，是答案是 false。所以要搞清楚啊、哦，他们的 cranial 就是脑神经，它不是用 brain nerve 啊，它是有那个新的名词，所以要注意一下哈、啊。反正脊神经那个名字好像就没有不一样，脊髓叫什么？你们去看一下啊，我的英文也是啊，不是很熟练。OK，再来看第三题，The stimuli will turn into nerve impulse。Then send to brain 啊，全部人都对。Complete the flow map，这个 flow map 是哪一个啊？这是这边的，所以它第一个啊，当然就是这里一二三的啊，这个 stimuli 除外，stimuli 过后应该是effector 好像就是我们的感受器是吧？不是 effector 才是sorry。Effector 是那个感受器，然后呢，因为它是 involuntary action，我们英文版本呢，它是这样子讲嘛，就是 involuntary 呢，就是 spinal cord，在这个中枢神经，如果是意识的运动的话呢，就是 brain 在中间，所以在这题的话呢，第二个环节要选 spinal cord，第三个环节写 effector，OK，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嘛，好，非常简单的这部分。